你占据我的视线，点亮所有瞬间。当感觉不停为你牵连，全世界都沦陷。你干嘛呀？哟，这不是秦匪的应援服吗？明天秦匪有新戏的路演，哎，正好你帮我看看啊。你说我是穿这个黑色的好看，还是白色的好看？我觉得啊，你这张脸戳在人群中已经够显眼的了。不是，你到底喜欢秦匪什么呀？我什么都喜欢呀。颜值，肤浅，性格，别跟我开玩笑了好吗？演技，你瞎了。我呀，追的不是星，是人。装了，刚才不是跳舞跳挺高兴的吗？哎呦，主要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肩膀怎么这么疼啊。嗯，姐，你失忆了？嗯，你用衣服给西西挡雨，行医生说你足足挡了两个小时。嗯，来来来，你喝点水吧。昨天怎么回来的？昨天是邢医生把你抱回来的。他把我抱回来的？有没有被拍到？有没有被人看到？啊，行事指呢？他现在应该在西西病房吧？你去看看他。哎，姐，你还没恢复呢，要不再歇会儿？是不碍事啊？哎，
西西真可怜，爸妈早逝，收养她的舅舅舅妈又赶不回来，就是啊，真可怜。哎，听说昨天大明星被凌云两小时人都晕倒了，行医生抱着回来的。啊，不过这警匪就算装样子也太平了吧？那谁知道？麻烦问一下，西西的病房在哪儿？楼上左转第二间。行。哎，等一下，您哪位啊？装样子的大明星。你回房没查是不是？嗯，对，走吧。来看看今天有什么动画片啊？星之，你怎么才来啊？是不是明月没有把我写给你的信给你？新一轮降雨又将席卷南方地区。唉，看上一个吧。不要表少爷，新月是真的很爱你。西西，钢筋已经取出来了，你就放心好好养伤。你看《明月传》是喜欢秦斐啊？谁看他呀，能把人气死。我是看不见娜娜，她以前跑步的可厉害了。表少爷，表少爷，你就可怜可怜心月吧。少爷，求你可怜可怜心月吧。这演技也太浮夸了吧，该学演戏了。谢谢，来来来，把锁手动开，尽量别乱动啊！你要是疼，跟哥哥说，哥哥给你开止痛药，好吗？我不爱吃药，我不要打针。没事，没事，谢谢。我不要做手术啊！我知道，哥哥，哥哥在呢。害怕。好吗？没事啊，乖。你们两个懂什么呀？我那是一种表演风格，知道吗？你怎么来了？不光演技浮夸，还偷偷摸摸听别人说话。我什么时候偷听你说话了？我是正大光明的听，好吗？既然这样的话，就给你们两个演演什么叫真正的演技。表少爷，七月是真的爱你，不能离开你，你就可怜可怜我吧。你夸死了，你也太搞笑了吧，比我们家娜娜差远了。一个小孩你懂什么呀？哎，那你想不想听听你们家娜娜在片场的故事？想。那你不许再说我喽。哼，哎呀，金娜在现场啊。哎，喂，老邢，那边给消息了，说从这边到能做手术的医院大概需要两天时间。西西情况能等吗？不行，太久了。这怎么办啊？你在哪儿呢？我去找你。邢医生。哎，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有人找哥哥呢。啊，一会儿让秦飞姐姐陪你好吗？陪陪他。西西，你能不能别再看这个了？真的太尴尬了。不，我还要看娜娜呢。这里演的真的有那么好吗？是他，他曾经带我来过这儿。嗯，第一次我们面对面在这里吃饭。于队长，于队长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警匪的助理，我叫咖啡。是这样的，有个事情想请你。不好意思，我有急事，你找别人啊。哎，不行，我找了，他们说有事就找队长。我们宿舍的衣柜坏了，你能不能找人帮我们修一下呀？不然太不方便了。你修衣柜这事很着急吗？嗯。我现在有个病人，情况很紧急，请你让开。哦。谢谢你啊，奶茶小姐。哎，我叫咖啡。大傻哥。谁是大傻哥？我叫玉哲成，你记住了。玉哲成。行，我记住。虽然钢筋已经取出来了，
但是被破坏的血管、神经，如果不马上修补的话，西西以后可能没法跑步了。这小女孩才10岁，我怎么跟她解释啊？不能转院，就在这儿做。在这儿做？咱们医院设备不够完善，可能……我有个想法，你先听听。这个部位，我需要。先生，是这样的，我想找你来借两本书，晚上的时候读给西西，让他分分神。好啊。要不就这两本吧。啊。你确定他听我读这个能开心？就只有这个了。刚才谢谢你啊。活出形象，才哄好西西。不对，我能有什么形象啊？毕竟我是要重新好好学表演的人。哦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你其实演得特别，很特别。对了，西西的腿怎么样了？我之前听你打电话说是要转院还是怎么着？时间来不及，不转院了，明天在这做手术。做手术？你做吗？不做手术，我是康复科医生，但是我会全力配合外科。我之前看你救西西的时候，觉得你特别有经验，还以为你是做手术的大夫呢。啊。给你看看，去那儿坐着。我感觉也没什么事了，应该休息两天就好了吧。看看，这样疼吗？这样呢？不疼。啊！就是，特疼。嗯，知道了。肌肉拉伤，这两天别提重物，不要过度拉伸。接下来连续3天按时找我来做复健。谢谢。小事。还有，谢谢你，在废墟里把我抱出来。哦，举手之劳嘛。真不是我粉丝，你没有关注过我。秦小姐，这是我作为医生的职责，请你不要多想。那你为什么会把我公主抱出来呢？如果换做一般人的话，你直接像扛水泥一样把我扛出来多好，还省劲儿。事急从权嘛，你别自恋行不行？自恋？长那么好看，我自恋能怎么？上次找你修衣柜，你又不理我，那我就只好出此下策了。你要是不答应我，那我这……你就怎么样？发到网上，拿这个威胁我？嗯。你觉得我怕你吗？来，怎么样？弄好了。什么弄好了？我刚录了视频。如果你要是不想把这个视频公布于众的话，你就答应我。你把录像删了？删了可以，你得答应我修衣柜。
好，我答应你。那就说定了啊。对了，我叫柯菲菲，你也给我记住了。你这身材吧，还需要再练一练。这小丫头。我之前看你救西西的时候，觉得你特别有经验，我还以为你是能做手术的大夫呢。能不能快点啊？吵死了！哎，你的我愿意啊。这是你们家大明星，他宿舍的衣柜坏了，也就你愿意把这个衣柜让给他。哎，我要不是看在他那台伽马刀的份上，我才不帮他弄这些东西呢。什么大明星？这事这么多。我越想越气啊！你说这哪是志愿者呀？这根本就是我祖宗嘛！哎，你知不知道网上人都怎么说的？口碑差，演技差，还在剧组耍大牌，都说他浑身上下除了一张脸之外，那是一无是处的。不行，我不是八卦啊，我就是纯好奇，你到底喜欢他哪儿啊？我记得你之前不是这么肤浅的人啊。你看错人了，我就是这么肤浅。那你倒是跟人家说呀！你搁我这表什么忠心呢你？啊？你懂什么呀？有几个粉丝能上位？至少得换成助理才行。得，你别跟我提助理啊！一提助理我更生气。我把衣服给我收拾了啊！水果也不吃，有血不玩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嗯？那我给你读书吧。挂科谷你行不行啊？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看电视剧吧。我推荐你一个最近特别好看。看《明月传》，看娜娜。真是喜欢金娜，那当然了，我和我爸都很喜欢她。爸爸，西西，西西是最棒的，爸爸看好你啊。那时候，娜娜姐姐还没当演员，爸爸答应我陪我去看她比赛，可惜爸爸已经不在了。你别哭了，你爸爸一定在天上保护你呢，所以你一定要好好恢复，要不然他可是会怪你的。老爸，我也想你了。想念的风轻轻吹着我，忽而腾空，忽而降落，忽而直冲视线的尽头，回光闪烁。Into my dream, my love, stay with me, my love. 多一次，多一秒，停住在你眼中。To the last day of my life, stay with me, one more. 每一瞬到永久。为你保留最初的悸动。
太香了吧！嗯，我也觉得。哇，我就吓死我了。想喝吗？嗯，你炖的。不是你包的，咱们也不能偷喝人家鸡汤吧？没事儿，折成做的，都是自己兄弟。他有个习惯，在做手术之前，总想给自己弄点好吃的补一补，打打气。其实我以前偷喝过几次，他从来没有发现过。没事，他不会发现，放心。看你跳舞挺好的，怎么不跳了？嗯，你看到我跳舞了？嗯。跳舞哪有演戏当明星赚钱啊？但我听老话讲啊，眼神是骗不了人的，你跳舞的时候和你演戏的时候不太一样。就像这鸡汤，哪有馒头管饱？你不是也一样吗？我看你抢救西西的时候，眼神也不一样。嗯，我倒是觉得，热爱像是炖鸡汤的火，哪怕火小一些，甚至都快熄灭，但只要火苗还在，哪怕时间很缓慢，但只要一直炖，一直炖。总有一天能炖出鲜美的鸡汤，做成你想做的事儿。行，那就为了你早日成为康复科主任，干了这碗鸡汤。哎，不是，我不香啊。老先生，我只是尝尝。我也只是尝尝。尝尝，都喝完了还尝尝。眼神是骗不了人的，你跳舞的时候和你演戏的时候不太一样。咖啡，咖啡，这是怎么了？你说我以后会不会有机会去接触舞蹈相关的工作？啊，姐，你别说梦话了，你赶快睡吧啊！秦斐，你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再适合跳舞了，你得看清现实。吃的胚子呢？就要吃。上面等，电梯，咱们。
心脏不太好，一会儿心速度不能跳。嗯，你把手放平。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？哎，你能不能先等一会儿，等我看完你再说，好吗？小朱，让他们排好队，不要乱挤。大家稍安勿躁，先排好队，大家先排好队。排队，排队，排队。秦小姐，这里是看病的，很忙，你有什么事情去问护士。发生了。好。哎，哦，谢谢你们。小心一点啊。啊，行吗？走走走走，小心。哦，谢谢。哎，我能帮点什么忙吗？你会什么？懂什么医学常识？啊，我来之前学了除颤仪的使用，我还会紧急包扎，包括我会量血压和……有什么相关证书吗？嗯，那倒没有。那你什么装备？我总有点能干的事儿吧，体力活也行。我可以搬箱子，我也可以扫地，洗衣服、做饭，什么都可以。好吧，那你正心帮忙，那边发药人手不够，你去那边发药吧。谢谢。哎，对了，邢医生呢？我今天能看到他。邢医生现在没空搭理你，西西一会儿还要准备手术，一会儿玉医生也过来。话说邢医生有五年都没上手术台了。五年没手术，那他到底行不行啊？是不是医术有什么问题？他是犯了错不能手术的吗？你懂什么？那邢医生是我们大外科主任的嫡传弟子，虽然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非得去康复科。话说回来，你问那么多干嘛？没什么，就是问问吧。赶紧去发药吧。五年没手术，他到底有没有问题？西西的手术交给他，到底能不能行？拔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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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拔了。于医生，一切准备就绪了。西西手术11点开始。病人状态怎么样？病人状态一切正常。邢医生不会有事儿吧？不会，等他。轻伤，放心。好，手术开始。姐。
有新医生在，肯定没问题的。而且西西吉人走天祥，放心吧。挺厉害，怎么？海飞小姐以为我只会修衣柜呢？谢了啊。那视频我删了，放心吧。真的？那我出去一下。你去干嘛？我去给他买薯片，现在就能吃了。咖啡。姐，关门了，都这么晚了，哪儿还有店开着呀？你往前面开，有个305县道，3.8公里还有一个。不是姐，你受哪门子刺激了？西西喜欢吃番茄味的薯片，过去看看呗。要是没开门的话，就等到早上起来开门再说。我还要跟他一起追剧呢。不是姐，这手术刚做完，也不能吃薯片吧？那就等到以后再吃吧。快。你怎么在这儿站着呢？西西呢？你怎么了？西西还没醒。手术不是成功了吗？你到底怎么了？你说话呀！手术很成功。但西西手术后突然发起了高烧，随时会感染性休克，或者出现坏死性液化性筋膜炎。我根本听不懂你说人话。他淋了雨本来就发烧，一旦感染加重，有截肢的风险。截肢？那风险高吗？手术室我们已经准备好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你不是跟我说手术成功了吗？你不是外科主任的嫡传弟子吗？那你也不能说截肢就截肢啊，你总得有别的方案吧？先别着急，我真的尽力了。就算是截肢，至少能保住性命，不是吗？做不到的事情，就不要给承诺。我跟你金娜姐姐可是好朋友，到时候我让她来陪我一起给你加油。
姐，你都已经跟邢医生冷战好几天了，你别怨他了。玉哲琛跟我说，要不是邢芝芝想到的方案，那西西今后可就真的没法再跑步了。所以姐，你要不还是别怪他了。你们这两天的氛围比泰坦尼克号沉没那晚的海还要冷。姐，姐，你看什么呢？这是他给西西准备的手术方案。嗯，你看。咖啡，你说我是不是应该跟他？嗯。我看我就不应该理他，谁让他说到做不到的，对吧？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本来是想跟你说，西西退烧了，不用坚持了。真的？你确定？这次确定。西西。西呢，姐姐轻功不错吧？以行哥哥都跟我说了，你已经好了，现在就要慢慢恢复，恢复就要多吃饭。我腿疼得要命，动都动不了，没准以后还不能跑步了呢。吃饭有什么用？好吧，那你想不想听听我跟你们家娜娜姐姐的故事啊？这要从我跟你们家娜娜还不认识的时候说起。夜的安静，雨的呼吸，只因为你变得动听，深藏几曲想念秘密，心里到嘴边却只剩唇语。这次没有我跟着你啊，你千万不要给我出什么幺蛾子好吗？不要乱说话，也不要乱做事，就算我求求你了好吗？安安生生的把这两周过去，然后捐赠仪式上的时候多拍几张照片，咱们就算万事大吉了啊。听见了吗？当归跟枸杞。喂，什么枸杞？我跟你说话呢，你听见没有啊？啊，行行行，我知道了啊。嗯，邢医生，嗯，对不起。干嘛跟我说对不起啊？我跟你道歉，是因为我这两天态度有点不好。其实我心里清楚，你是付出努力最多的人，毕竟医生是人不是神。我之所以看中西西的事情，不是因为我想立什么人设，也不是因为我救了他，而是我理解他的痛苦。因为我以前不是跳舞的吗？在我参加人生中最重要的比赛那一天，遭遇了恐怖袭击，然后我就再也不能跳舞了。所以我常常会想，如果那个人没有救我，让我死在那场爆炸里就好。Star in your eyes, tell me
追着我，忽而腾空，忽而降落，忽而直冲视线的尽头，微光闪烁 ，Into my dream，my love，stay with me。每一